首先，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以及所有员工一直以来对贾天下的支持。今天呢，我们贾天下这个大家庭一起过中秋，还有我们的合作伙伴也过来捧场。首先，我在这里感谢大家，中秋节了，大家辛苦了半年，因为工作不能回去团圆。今天我作为老板，把大家聚在一起，希望大家等会儿尽情的吃，尽情的喝。我和我太太。 也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。没错，所以我想借此机会跟大家说声抱歉。平时因为工作的关系，很少跟大家见面和互动。也希望趁这个机会，代表我先生和贾天下，感谢所有员工和合作伙伴对贾天下的支持和忠诚。也希望今天晚上大家能够多喝一点，酒杯菜博招待不周。一会儿还有抽奖，人人有份，永不落空。这些奖品呢，是我太太亲自挑选的。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！中秋快乐！中秋节快乐！来来来，干杯干杯！干杯干杯！中秋节快乐！很厉害嘛！我们彭总家大业大，全都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，说的好像老板娘也有份似的。说到最后，还不是我们员工出的力。 就是，总裁夫人，这个时候下山摘桃，真虚伪。哎哎，你们俩别背后说人家坏话啊！我大龙爸在这儿，可饶不了你们。你大龙爸算个屁！你给我闭嘴！我大龙爸去年地儿比这儿牛，吹吧你！哼，别理他。来，小妹妹，你来先抽个奖，看看我们清华的手气啊！希望你运气好啊！ 三等奖，苹果电脑。我送你。恭喜恭喜，小妹妹，希望你能考个好成绩，一定考上清华大学哦。老爸，我以前就是爱玩苹果电脑，你真是我的好老爸。喜欢就行，宝贝儿啊。来，孙太太，你来抽一个吧。啊，我不好意思。抽一个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 来吧，来吧，抽一个。二等奖，闪亮手表啊！哎呀，老公，你看彭总出手多大方呀，一出手就几万块啊！喜欢就好，喜欢就好。彭总亲自为你颁奖。弟妹，是你运气好。 这个礼物是你嫂子亲自挑的。哎呀，谢谢嫂子，别客气，别客气。彭总，无功不受禄。你送我老婆孩子这么大的礼物，我一定为你开发海岛出力。说到海岛呢，你的礼物我也为你准备好了，希望你能够通过你舅舅的关系，帮我拿到海岛的开发权。彭总，咱俩是一根谁呀？我一定帮你开发海岛大桥。就是就是，应该的，老公，真的。 这个礼物真的太贵重了，重要的是这份心啊，真的是太感动了。你太客气了。作为贾天下的第一女主人，也是彭总的太太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也是应该有所表示的。以答谢大家长期以来对贾天下和彭总的支持嘛。我是个律师，大家以后如果有什么难办的事、不好办的事，尽管来找我，你们的事。 我一定当做彭总的事来办，好不好？林律师啊，你真的是彭总的贤内助啊！我觉得今天啊，应该颁一个最佳贤内助奖，你们说对不对呀？孙太太，你太过奖了。作为老婆嘛，这是我应该要做的。等家宴结束之后，我们一会儿就要去跟公公过节。 不管是贾天下的大家庭，还是我们自己的小家，我都无条件的支持彭总。好。刚才呢是感谢客户，下面是感谢员工，大家过来抽奖吧。来来来，排好队，排好队，一个一个来啊。什么酬谢客户抽奖？这个分明是变相行贿。姐。 是不是让我干点什么？剪辑行事吧。如今，你姐也是被打入冷宫了。
做助手真是惨呐，要预定酒席，又要联络客户，还要清点人数，这些全都是我做的。现在说的我好像才是外人。还红人呢？那闪光的人都在上面站着呢，你姐算什么红人啊？ 我觉得总裁和总裁夫人讲的挺有道理的，也挺公平的。嘿，没准啊，一会儿先得奖励你这个助理呢。谢谢大家，辛苦了。哎，沈哥，沈哥在哪里啊？姐，待会儿呢，我要为这个助理颁一个奖。今天的晚会都是他一手筹备的，辛苦他了。我要让大家看看，我才是老板面前的红人。 彭总，如果我真的抽中大奖了，麻烦你亲自为我颁奖吧。我抽到的是，真的是一等奖啊！是真的。看来你的运气挺好的，这条项链我花了很多时间挑选的，我还以为会给哪位客户的夫人呢。林律师。 抽到了就是我的了，我当然会兑现我的承诺了。这条项链就是我奖励你的，感谢你一直以来付出的辛苦，辅助我丈夫的事业，做了一个很好的助理。彭总，你不想表扬我一下吗？啊，是啊，真的很感谢你，一直以来呢都那么努力，啊，尽职尽责，为公司呢付出了这么多。就这些而已啊，其实除了工作以外，我也很照顾你的。 你不想多谢我吗？这些当然是应该由我来做的。那我代彭总感谢你那么尽心尽力，去辅助甲天下，辅助彭总，兢兢业业，辛辛苦苦。这个奖呢，就是彭总奖励你的。不过你以后就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其他的事就不需要你那么辛苦，由我当老婆的来做就好了，是吧，老公？ 彭总，不如我戴一下给大家看好吗？你们想看一下我这条项链是什么样子的吗？想看。你们想不想看一下我戴上去是什么样子的？想。彭总，麻烦你帮我戴一下吧。 对呀，老板亲自戴上，就像颁发举重章一样。好，给他戴上。别激动了。彭总，我是这里的老板娘，这么大的荣誉就交给我吧，我来帮他戴上。 这条项链对我来说意义非凡，这代表彭总对我的信任。你勒着我，别动啊，还没扣好扣呢。你放开我！你不是要展示给大家看吗？那你就得好好做模特才能展示给大家看啊。老公，给我拿个大灯来，我得好好照照，把这大链子照得金光闪闪的。大灯没有，手电筒行不行啊？行。
哎，别别别别，这亮别照眼睛！去给我拿我照妖镜来，我让这狐狸精现原形了！放开！你是来羞辱我的？你自找的！你是林娇阳的朋友，你故意来整我的？我可没想整你，是你想整别人吧？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你叫板老板原配，你说你大姑娘家家的，也不缺鼻子少眼的，你干嘛当小三破坏别人家庭啊？ 怪不得家不出去呢，原来是老往别人家里钻啊！放开我！彭总，你要为我说句公道话才行。他到底是什么老板娘啊？他是故意要让我出丑啊？彭总，你一定要还我清白啊！我从来都没有去过你家。别闹了，大家喝好吃好啊！今天过节，都要高高兴兴的。 你要向全世界说清楚，我从来都没有去过你家里。不要再说这件事了。不对啊，鹏飞，既然沈哥要执意说清楚，那就说清楚吧。如果你们两个人都不好意思说，那就我来告诉大家。各位，这位沈哥是我老公的助理，大家都知道。一个助理应该本本分分，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。可是他。 却总想工作以外的事情，趁我出差在外地，三更半夜，趁着我老公喝醉酒说送他回家，大家想想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不言而喻了吧？害得我三更半夜的，要找人去把守自己的家门，大家是不是觉得很可笑？王导不是不是你派去的？当然了，如果我不派他过去，你认为接下来的事情你可以控制得了局面吗？ 如果跟他发生关系，你就会被他牵着鼻子走，你还有话语权吗？鹏飞，我告诉你，不能再纵容这个女人。沈哥，你只是鹏飞的女助理，却想着策划什么潜规则，想设个陷阱让鹏飞跳下去，还故意讨好他老爸，在养老院所有的护士面前，假装自己是他的儿媳，你敢不敢说，这些事情是不是你做的？是啊。 这些事情全都是我做的，因为你不懂得疼你的老公，你不懂得孝顺老人。我帮彭总分忧，那是我的责任呢。林娇瑶，我拜托你不要再假惺惺的了。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你们就要离婚了。如果你真的不爱彭总，想要爱他的人多的是。彭飞。 这个女人太嚣张了，你必须现在就跟我开除她，要不然她会害死你的。你不管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，这个是我们公司的事情。好，公司我说了不算，可是到现在，我林娇阳还是彭飞真正法律意义上的妻子。彭飞，你想好了，有她就没有我，有我就没有她。彭总，我是真的很委屈啊。 你别为难了，我来给大家交代。这家餐厅是我的，我今天招待所有人，但是我不招待沈哥。你给我滚了！行行行行行行，你没事吧？你干嘛打人啊？我不招待小三是理由成吗？你说谁小三？再说一遍！再说一遍！动手啊你！跟你说不着我，再揪我，跟我说呢，找。在这捣乱的都给我出去！出去！你这个黄脸婆！ 就你使坏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要打电话出去，全都给我住手！歇会儿。爸妈来一个，爸妈来一个，爸妈来一个，爷爷奶奶来一个。会。 哎呀，您忘了您年轻时候就爱唱那个《婶婶的好儿子》，那是年轻的时候，都多少年过去了。现在也不老，赶紧唱一个，快点。是是是，彭叔，你陪我妈唱，要不然我妈不唱。对对对，彭叔，我不会。哎，要不彭老师，咱们俩，那就跟孩子们玩玩吧。就是，您要不唱，我妈就不唱，妈是不是？就是，您要不唱，今儿装修的过得不好，来来，请吧，请吧，行行行，我唱，那只能跟你唱了。真心的海洋，行行，好了，彭叔来吧。
好好吃饭，好好抽奖。你们非这样不可吗？唐飞，这碗饭是我给你吃的，我现在要炒了你。彭总，不用解释。陈哥，尸检军是你介绍的，从明天开始，你管理农家院，不用再回公司了。你这样做对我不公平。就这么决定了。 放开我，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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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